11年的福斯帕萨 CC 啊，全车布满铁粉。我们现在用仪器哦，来测试一下它精油层的亮度哦是多少。20度角、60度角、80度角，帮我记一下哦。1.2、12.2、7.0哦，看得到吗？1.2、12.2、7.0哦，后面有四个镜头哦，分别测试为测试你精油亮度的镜头哦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再来检测什么？这台车全车哦，你看都是铁粉玻璃，因为铁粉不会只会粘漆面哦，玻璃、漆面、大灯都是声音哦。那要怎么去除呢？很简单哦 ，MIT 哦，台湾多国专利哦，台湾多国专利，多国专利的什么？磁土布。用虎口哈、哦、抓住一个角落，然后配上我们这个1:200倍超浓缩的泡沫精哦，接上孔子哈、哦，配上水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即可全车都来可以来试做哦。那我现在先做这一小块哈、哦，40公分乘40公分。那试做的方式呢，一定要湿的，然后吃的不只能碰那个碰上这个水跟泡沫哦，药水通通不可以哦，它只能接触到水跟泡沫，记得哦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哦，扇形的，好像雨刷在刷雨刷这样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上下左右，哦，包含玻璃，跑一下，来，包含大灯，跑一下，铁粉、铁屑哦，工业粉尘哦，包括飞漆哦。它不会选地方粘哦，通常都如果中奖的话，通常都是全车都会中哦。再来，来，有没有声音？现在没声音了，没声音了。大灯没声音了，漆面没声音了。好，我们再将泡沫呢冲掉。哦，再将泡沫冲掉。泡沫冲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将漆面擦干。擦干完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使用后漆面的亮度哦，增加多少？因为这部车哦，都室外车哦，这个是铁粉的声音，铁粉、铁屑、飞漆、工业粉尘。这个是已经去除完毕的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它的亮度哦。先开机啊，我们再归零，归零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测试。哇，你看，62、83、81，看得到吗？20度角是62%的亮度。60度角是83%的亮度，80度角是81%的亮度。相信仪器哦，这专业的仪器，专门在测试这个精油亮度的仪器哦。使用前跟使用后，你看差了，提升了50%以上哦。